这边就比较绿了，你看。你看这个玉，这块就非常好，好漂亮啊，发蓝的这种玉啊。哇，加油站啊！昨天晚上就在这儿睡的啊，前边搭的帐篷啊。像小松平常这个洗澡的地方，就比如说就在这个加油站的卫生间，这里边就可以洗澡啊、冲凉啊、接个大手都可以在这儿啊。所以这个加油站其实等于就是小松的住宿的地方了。有两次是三次是睡在加油站啊。现在它这个油已经没了，在等这个油在进货啊，所以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多人，还行睡的啊。好了，咱们继续赶路啊，继续赶路。哇，这河水真漂亮啊！没有污染啊，这边。来到了一个清真寺旁边啊，这个清真寺很漂亮啊。Masjid Agung。Batu ala Masjid Kyu Negara 有什么不一样呢？咱们进去看一看啊。好了，咱就把车停在这儿也。没关系吧啊，他这个清真寺啊，小松很少拍啊，但是这个清真寺很特别，因为雅琪这个附近呢，它这个盛产玉石啊，所以这个地方清真寺整个的这个地板全都是用玉铺的。我们来进去看一看啊，因为小松也喜欢玉啊，喜欢石头。你去看一看，到清真寺这是脱鞋啊。我们到里边看一看它的这个地板啊，是什么玉？难得啊！你看。都是这种玉，看这种玉石很漂亮啊，有各种花纹啊，墙壁也是。都是用玉做的，你看，这个手感非常好啊，有一种润度。你看，这就是墨玉的一种啊。这边就比较绿了，你看。你看这个玉，这块就非常好，好漂亮啊，发蓝的这种玉啊。
挺漂亮的，这个大清真寺，你看那个屋顶。很漂亮。他这个男的祷告跟女的祷告是分开的啊，分开的。女的在这边，男的在这边。很有名啊，这个地方。好了，简单的逛一逛，也不要打扰人家。他这旁边就有卖玉石啊，咱们过去看一看啊。这边这有卖一些这个玉石啊，这边的玉呢有大概有这么几种啊，一种是青色的这种玉啊，像这种，还有一些其他颜色的不同的玉啊，你看，非常的漂亮，你看这就是它特有的啊，这个这种玉，有一点点绿绿的这种点缀啊。他给拿出一块这种玉石，你看全都是玉啊，这很漂亮啊，但是有点黑黑的，你看。杂质比较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用一个手电筒打一下啊。没有那么臭啊，有的地方很臭。嗯，这就是玉，这边好像比较臭啊。这种玉石，他说现在啊，现在没有那么多了。给你拿吧呀。Berapa ya? Itu. Ini nggak tahu, belum ada. Belum ada harganya. Belum pulang apa? Cuma ini orang ya? Orang punyanya. Cuma ini. Ada lagi nanti. Yang lumut Aceh ada. Coba, yang bagus. Yang coba, besar, saya, yang masih bongkahan. Yang tangan, bisa main di tangan. Kehan Ali, yang bermacam bongkahan di dalam biasa. Tidak ada. Yang belum dibuat kayak gitu kan? Ya. Nggak ada lagi. Tapi mungkin nanti pulang pemiliknya ada mungkin. Oh, di mana ya? Lagi ambil air. Oh, iya. Oke, okay. Makasih.